en el alma solo tengo soledad. Y si yo no puedo verte, porque Dios me hizo quererte para hacerme sufrir más. 做了蛮多功课的，我不是先发现沙乐美的，我是先发现桑帕蒂斯的，那个是圣人的哈，我觉得这个角这个人物在宗教的绘画里面无处不在哈，被不同的各种的诠释，很有意思。然后他背后有这样一个强烈的故事，当然很快就吸引我的目光。这个电影从邀请到拍摄差不多三年多。 拍完差不多三年多，那有三年的时间，对这么讲，所有的元素是慢慢进来的。我想最重要的是李康生跟松佩璐这两脸是这个最这个电影的初衷啊，所以他们是演员的脸啊，也是一个概念，所以我想说也许要找到一个女演员哈，那我希望她是可以比较卖座的那种演员，就明星的哈，因为我自己的演员的概念其实是很多可能性，我们也不能忘记明星的脸哈。本来我想用Mackie，张曼玉的，好，那张曼玉后来我不懂她为什么就拒绝了这个电影哈。但是后来我反而发现Letitia，她出现的时候，我跟很多演员见面，可是她给我很特别的感觉，是因为。 I want to talk about Jean-Pierre Léo because you seem to have revived the character of Antoine Donnel so well. It seems like the same character in Truffaut's films, except that he's much, much older. Yeah, 他不希望我叫他双片六，影片里面叫他双片六，他说他宁愿叫他。 安托，事实上我非常想拍这个脸，已经很多年了。他这张老掉的脸哦，自从你那边几点之后就没有机会，我找不到任何理由拍他，因为我不住在法国，也不是法国人。我拍这个戏，拍双倍六，我大概一开始就抱定主意啊，就是 follow 他。 因为每一个人都警告我说他很麻烦，他的确是很不容易的，一方面年龄，一方面他的个性。我想，我大概拍了他一两个镜头，就完全知道说，他每一次只能够演两个，最多不会演第三个，演完第二个他就说，我拍得很好，我要走了。<笑>每一次，但是每一次看到他是用尽他应该是毕生的力气在演他每一个镜头。 其实刚开始我是非常担心，尤其是语言的问题。那我的英文不好，法文更不好，<笑>所以非常的担心。那还好是演蔡导的电影，他的台词根本就很少，主要跟他们那些法国老牌演员，然后还有Letitia，其实没有很多。 很深入的沟通，那主要还是我觉得演员天生有一份那种观察对方的那种特殊的，应该说能力吧。所以我们应该都是在彼此在观察对方，然后进一步了解对方。我觉得就达到一种肢体语言的一种方式。他们彼此不知道是蛮好的。 像那场小康跟宋佩璐的戏，我觉得非常，感动我在拍摄的当中，就是完全看到这两个人，不同的世代，没有语言上的沟通能力，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国籍，但是。
我想，双片六的14岁的脸对我来说是太重要了哈，它真的变成是我不只是观影经验，这个观影经验也变成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影响我整个后来的创作。但是，Camera最棒的一个地方是它真的是很有情也很无情，它可以如果你愿意拍它，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张脸基本上是出乎让给我的，就是他来不及拍，所以让我去继续把它完成。我觉得也是因为李康生这个演员，使到我找到慢慢的感觉到拍电影的那个意义意思在哪里，就是说你终于有一个机会可以认真的去看一个。 应该是一个脸的一个很细微的变化，因为时间的关系，它很细微的在变化，而且这个变化是怎么讲就不归路的，它就是生命的真相，不停的在显露生命的真相，所以我觉得拍李康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那如果没有这张脸，我大概也就不拍了。 Más a mi lado corazón En el alma solo tengo soledad Y si yo no puedo verte Porque Dios me hizo quererte Para hacerme sufrir más Es la historia de un